为何在了金华山的一处画师，看你天南后位，到底你是何处呢？玉英大姐，希望你为阮小妹做主啊！听说玉英大姐你强，你今日是小妹先做天南后位，不然我来大声宽容自取啊！有你这来讲，一定要紧。哎呀，小妹先做啊！你太厉害了，连小妹也蛮先进哦，为我的天南后位的哦。当然啦，钟先生，孙子，在这个叫一再给别他叫你来相识。东汉逍遥，我叫小妹火力不低，你哪来心思提高的呀？是未到中国咯，这个不先再来啦，你不应该跟你抓紧哦。做这位东汉彪。地位形象不变，地了一出戏，代表四姑啊。地了四姑吗？是啊。那四姑在哪里呢？地官啊。还过来，过来。我看见兄弟是我，就看见兄弟我。我用心我修一年，有三个雕款我，我一朵仙蜜一缕我。都有美流之地，哎呀，大天尊啊！大天尊，我操！大话听过了变改，今年错了你老公哟！大搞错的，我恭喜我们强，表兄弟心表示，出战受强，人家小我先地不干，应该挑地就是丢多了这事呀！我哪有错？还是丢多的哪有管他错错？我点怕你，兄弟不得丢多。你有背后他要到你只要冲到顶度了等来，应该在了风来前头，尽心可修，为何错了？